心无造作是智慧道，完全依于空性的见地而为修持。方便道则是观修慈悲，升起前进心，观修本尊。 发起菩提心。若认为非达到某种目的不可，就会因为这种执着而去伤害他人。 这样不仅事情做不好，无法利益自己和他人，也会因此产生许多烦恼，结下许多怨仇，反而无法在世间法上得到成就。 保持一种知道在做什么的觉知，而心不散乱，这是一切修持中最根本的方法。我们一定要勤加练习。 对佛教的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，便是认为佛教的目标就是除掉自我。然而，佛教真正教导的是，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除掉的。 Ardenza wila maramboche Tenjinan ki pe modelas yo 根本无所谓存在或不存在，有的只是我们认为自我存在的幻觉。我们相信并紧抓着这种幻觉，以为它是真的。 Partenza we l'amore in voce Tenci neanche per modellar giù Cadenci poco ne ci sante 修心的过程就像这样，你下定决心，不再当自己欲望的奴隶。 但是，当遇到什么吸引你的东西时，你的心立刻高估那样东西。把它当成最可爱的东西，授予它足够力量来俘虏你。僧如大地，长养善法功德，供养僧宝，功德殊胜难量。慈悯众生，常施烟供、药供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人都有身体，有身体就会生病，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提出来，大家多放生，多吃素。 更重要了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，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。那佛说，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。进一步呢，我们也做药师烟供啊，布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，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。所以，愿大家除了多运动、吃素放生、多供养出家人医药、多做药师烟供，帮助那些孤魂野鬼。 愿大家都健康，阿弥陀佛。中华护生协会与您一起关心生命，慈爱众生。护持账号：42138483，42138483。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 生命也是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